真的是你。很意外吗？我在大殿上就认出你了。说吧，找我来有什么事？我来找你我是，知道，你是想我了，对不对？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。方才是你为我师兄诊病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你除了为他诊病，还对他做了什么？原来是找我兴师问罪啊。不是，你跟玉子涵倒是好了，情深意厚。方才大殿之上，他舍不得你为我敬酒，如今他病情加重，你便不顾身份的私闯大内来对我兴师问罪。我没有怀疑你。你是认为我借口帮玉子涵医治，其实是为了害他？师兄他方才离开宴席是好好的，但是他回去之后就口吐鲜血，气息非常微弱。还是怀疑我？我不是。我自幼就跟我师兄一起长大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。为了帮他诊治，我耗损内力，你非但不感谢我，反而怀疑我。我说不过你。你趁人之危！你真的认为是我害了玉子涵吗？我都说了，不是怀疑你。我回到洛阳之后，我就很害怕师兄他会睡着，但每每一睡觉，我就担心他再也醒不过来。他方才真的很严重，我都觉得他可能撑不到回王府。我知道是你给他诊病，因为我信任你，所以才过来问你。可是你不但不听我解释，还质问我。这世界很酷。